完了完了，你肯定是中毒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快点下来跟我玩啊，不然我就晕倒了。哎，你快下来跟他玩会儿吧。走，咱们一起去玩，去后面看花吧。好啊好啊，快走。我是快乐的小豆馅儿，快走。我是快乐的小兔羔，跑不动了。嗯，豆包，他就喜欢独来独往，不跟我玩。那就走，咱们去后边食堂转一圈。好的。我是快乐的小豆馅儿。这个花真好看。这个花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道。一会儿吃点狗粮回锅炉房吧。啊，回锅炉房？哎呀，我晕倒。说晕倒也就晕倒，太快了。这个到底是什么花呢？你知道吗？你拍个照片去网上查查呀。小美吃什么呢？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花叫什么名字，你就吃上了，这个能吃吗？吃了小心中毒啊。嗯，太好吃了，你尝尝，这个口感不错。你怎么什么都吃啊？嗯，挺好吃的呀，我把这个尖儿都吃了。嗯，这不是粽子叶吧？你不会是中毒了吧？怎么这么疯狂啊？平时文文静静的小美突然疯了，赶紧上网查查这个植物叫什么。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花叫鸢尾花，在网上查了好几个都说有毒。完了，我家博美中毒了，赶紧带着她去宠物医院催吐吧。